吃完它都是黄汤。这是属于热水的果汁，是别人太强了。为什么假山呢？假山不是吗？哦，好啊。那你要干啥？哦，大山哪里有不是吗？哦。二米多才知道吧？是吧？大五万的，他们计算的。坐着开车。手机号码是09110179。这是你的吗？对，好。然后这边帮我打你的 LINE 的密码。确定是你？你当然会。他没有什么限制的事，有三次。不行的话，就这边改就可以。不对，那你这边改。这边你就把它改成跟你的 Gmail 一样。你 Gmail 密码记得吗？对，那你就改成跟 Gmail 一样，以后就记得跟 Gmail 一样就可以进入 LINE。那这边就是一样的密码。那我就帮你做还原喽。那我等下贴加保护壳的话，是留到这边进去。啊，就贴一下，那很快。对，那蛮快的。阿德，自己注意啊。好。没有啊，里面就有啊，大家都在群里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知道时间，八点。好。
段不见。